问讯。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今年第三场模拟手术启用典礼，台湾头颈部肿瘤医学会、泌尿尿失禁防治学会将进行一周的联合课程。你的付出呢，也是让整个医疗进步的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反馈到我们的医生，那最后再反馈到我们的病人，这种善的循环其实就是大爱的精神。请医师为吴宇良师掀开往生被，见至亲的家人最后一面，晚辈行跪拜礼，献上最深的祝福。吴宇良师陈王敬享其寿94岁，与慈济结下20多年的好缘，是台南区的志工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喜欢做环保跟福田，可爱的身影永留大家心中。偶然的机会，他来到了花莲参访了人家的这个大体解剖过程，这样他就一心，他就回家以后他就发愿，他一定要捐赠他的大体，所以他的思想真的是很伟大，我们以他为荣。感恩八位吴宇良师的舍身奉献，期盼大医王能够挖掘人体奥秘，发挥良能，造福病患。大爱新闻谢仁昌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